去，却那样清晰，是我用尽余生凝结的诗句。如果月光真的能够吸引潮汐，知道你会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人呢？我的航班还有1小时15分钟起飞。我给你买了同伴飞机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德国，一个月也好，三个月也好。如果你打算一直留在那边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你。你为什么和我一起去啊？你不是向圣女国许愿了吗？等花开了，我就会爱上你。但我等不及花开了，我爱你。很抱歉，我没有用一种特别热烈的方式让你知道这一切。但是，我的心已经在悄悄开花了。什么时候天空划过一颗流星？这三个字说出口，你要静静听。情的好像耳语，却那样清晰，是我用尽余生凝结的诗句。如果月光真的能够吸引潮汐，是否我能回应爱情这个命题？该用什么去传递想念的声音？或许我该沉默待在原地，我在等风吻你，等你愿意，等下一个四季，无论南极还是从今天起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所有的心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您所乘坐的 MU188 次航班已经开始登机。走吧，我们去安检口里等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其实我没买票。